爱护地球不是口号，慈济志工发挥你爹我捡的精神，在加拿大的素里区，慈济志工在去年认领了兰里市的街道之后，每个月都会一起利用假日邀请民众一起参加扫街活动，爱护环境。我从大连来，我也从辽宁省大连市，我武夷山下来的，我从黑龙江来，我从上海来，我从内蒙古来。 我们从广州来，难得与家乡好友相聚，还以为是一场认情大会，没想到是由志工号召的扫街活动。在我们这条街上竖了个牌子，告诉这里面的乡亲说，我们这条街道已经被我们那个慈济家乐分会的志工所认养了，所以以后的每个月我们都会来固定会做一次的扫街的活动。 分散四地，分头进行，2.5公里的距离，因为志工的爱心，一下子就清扫干净。来往的司机呢，看到我们这样子，他们也会受，一定是会很受那个感触吧。以后呢，也注意少扔垃圾，甚至他们也能主动来保护我们这个环境。尽管身处异乡，却同有一颗爱护地球的心，心美环境也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梁玉燕、林祖权，加拿大报道。